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来哈。这个疫情弄得我们大家都不敢出来，都不敢见面彼此，然后都在看着电视，都在看今天有多少人确诊，都在排队口罩，弄得我们大家人心惶惶的。今天的音乐会主题是希望让大家平静大家的心情。如果各位看到我们的标题叫做音乐国度，您仔细看里面其实有两个特别的名词在里面，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国乐。所以呢，在我现在前面的这套鼓，它叫做塔布拉鼓 Tabla， 它是北印度的传统鼓乐器，它有非常特别的一个语言。更特别的是呢，它其实在音乐里面有自然循环的过程。印度人在创造他们的音乐的时候，受到宗教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并不是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所有的音乐都必须按照循环的进行。那这也是印度音乐的特别之处，他们觉得循环就像大自然一样，就像早上晚上白天黑夜，它是不停的在进行，而我们的生命呢是有时间性的，在这里面做一个演奏。所以你会看到我在里面打的同时呢，你会看到旁边的扬琴会帮我去做这个循环的按键。这场演出呢，我们用了印度的一个循环，再加上呢国乐特有的一个地方味道。我每次听到国乐的音乐都觉得它是在讲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情世故，它的旋律带有太多的地方性色彩。那整场音乐会呢，其实大家听起来或许会有点听不太懂，说这到底是在演奏什么。那其实哦，艺术并不是为了要听懂而聆听的，而是感受它。如果大家听音乐的时候呢，如果因为听到音乐想到什么你很珍惜的人，想到什么你觉得很特别的事情，那都是进入艺术最重要的部分。音乐是增加你的感受，所以我们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在循环上面我们在16拍，大家可以到时候跟着循环的进行。每一拍其实16就是四个四，所以每一个四都会让你感觉是一个循环的进行。那很荣幸这次邀请到扬琴音乐家罗正恒，然后来跟我一起做一个演奏。那我们来让正恒跟大家讲讲这句话。Hello， 大家晚安。非常开心，我觉得有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因为扬琴这个乐器原本都是自己独奏或是跟国乐团这样的模式来演奏。那今天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世界音乐的打击演奏家郑刚良老师一起来用这个塔布拉鼓跟扬琴来做这个即兴，还有这个对话。好，那我觉得这本身对于这个扬琴这个乐器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的突破的这个感觉。好，那今天天气非常好，好到还没演我已经融化一半了啊。但是呢，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的音乐呢，其实就让大家尽情的放松一下哈，然后希望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夜晚。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我们的 Tabla 跟这个扬琴的这个演奏。这首曲子是《琴鼓语》，请大家一起欣赏，谢谢。Thank you.
れぎてでってって、あげいな、あんなれぎてでってって、かってって、かたかたかたかってってって、いなたちげいな、あたりきてでってって、げいねんてなげいな。
那个滴滴滴，那那那哒哒哒，哒哒那个滴滴滴，那那哒哒哒那个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
新音乐家何振魂。大家听得如何啊？喂，这个音乐哦，印度的音乐，它非常的内心，非常的，好像可能是因为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吧，他们得不到太大的文明，没有像我们这么进步、这么发达，甚至现在正在受到疫情的影响。他们有大量的难民窟，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人生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是相对的，他们从他们的音乐里面去认识人生。啊，里面有很多的对话。如果刚才大家看到的很多语言，其实这些语言都是从印度音乐里面所认识的，所以他们有大量的一个背。然后刚刚其实有很多的段落都是用语言来在做讲话，所以刚才很多我是听到扬琴的声音，我直接把它变成印度的语言。然后再来呢，扬琴是听到我的声音去想它的画面是什么，所以各位刚刚如果听到扬琴的音乐，应该会听到哇，带到好多地方，好多不同的特色。那现在我们到下一首咯，下一首曲子更有意思了，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组合，那分别是一个印度的西塔琴，还有国乐的琵琶。我们这音乐风格叫做世界音乐。什么叫世界音乐？我们再也不去分你是哪一个国家，你是哪一个颜色，你是哪一个种族，我们全部都在同一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文化，认识彼此不同的一个地方民情，藉由如此我们学习，然后带到我们的国家，然后我们分享这整个的世界。我们再也不分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哪里的人，我们全部人都是地球人。所以我们大家听音乐也不再分类别，而是全世界的音乐都是好的音乐。那我让两位的音乐家来分别介绍一下他们的乐器。这两个乐器能把它配在一起演出，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曾经是在同一个，从一开始同一个家族开始，然后各自离开他们的原本的家族，然后现在又相遇在一起演奏。好，那我们现在请西塔琴音乐家金光亮平来跟大家讲几句话，谢谢。好，大家好。好嘞，大家好。好。谢谢你们来。那刚刚安良说我们放的音乐是世界音乐，是这个乐器是从印度来的，但是我是日本人，然后就在台湾，然后弹印度乐器，所以你们觉得一个好奇怪的人。但是现在世界都是去哪里，不管什么，说不管你从哪里来，印度音乐也是一个世界音乐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这个乐器。然后有没有看过这个西塔琴？没有。西塔琴的国乐里面的琵琶是姐妹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在印度所有的弦乐器我们叫 Bina， OK， Bina， 那 Bina 这个一来到现在的大陆的东部， B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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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琵琶这样子。所以我来台湾之后，我每次听琵琶的声音的话，觉得啊，我像好像那这个时间的西塔琴的姐姐或是妹妹，那我终于我们在台上可以一起演，真的是我好开心。然后因为现在我们大概三个月有没有出来表演，但是终于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音乐，这个是好荣幸。好，谢谢大家。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黄振宏老师。啊，我手上这件乐器呢，刚刚有讲了，这个叫琵琶。
那又那个西塔琴有几条弦？西塔琴上面17条线。17条。嗯，哦，好。嗯，它的音色就非常的印度。嗯，就非常充满的印度风情。然后呢，我手上的琵琶呢，它是4条弦。好，那这件乐器呢，它其实一开始是从你的丝路传进来的。那其实传到现在，现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应该这两件乐器，塔布拉跟西塔也是都有非常久的历史的乐器了。那所以就今天呢，我们这3件乐器在台上这样的相遇的这个难得的机会，现场的观众你有耳福了，我觉得就是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们接下来要演的这一首曲子呢，一开始我们会用一个比较接近印度音乐的一个形式啊，从慢的，然后介绍音阶，然后慢慢的开始之后呢，开始我们发展一些各自的独奏段落，然后呢再来会有2段的比较属于民谣风格的一个比较慢节奏的一个旋律，然后再来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汉族的这个民歌民谣在里面，等一下会听到。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很热烈的快板。那好，那希望呢，借用这3件历史悠久的乐器，在我们现在21世纪的经我们的演奏之下，希望世界和平，然后在座的大家都平安健康。谢谢大家。